今天呢，继续来分享春装。昨儿不是带大家去了这个针织衫厂吗？其实那个厂里的针织衫都是属于品质比较高的，料子也比较好，就比较适合我们平时上班或者是出门约会穿。那日常在家呢，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是一些休闲装。先来跟大家说，我身上这件打底衫啊，这件打底衫是我们自己订的面料，找工厂下订单去做的。其实我也不想这么麻烦，主要是我去年选了一冬天就这种的版型，因为它很好搭，所以我就想着肯定是大家都是比较需要的。我找的这些工厂款啊，要不然就是面料不行，要不然就是版型，比如说肩袖的这个位置啊，它特锁肩，显得肩窄，要么就是太低，显得特拉垮。还有领子这块，就领子特别能突出品质，它这个领子做工不好，就是后边穿起来也不行。然后工厂我没找到合适的，我就线上线下就各种店去找了很多基础款，最后我找到了一件，这个版是我最满意的一款。你看它的领型设计啊，就不大不小，然后弧度又刚刚好，看着这个领型非常的舒服。还有就是它的肩袖，它会有一个很自然的廓形，就会显得头小，但是又不会让这件衣服看着很拉垮。我去年推荐那个羽绒服的时候，就是直播好多人都在问这件打底衫，但是好看，很多朋友就说这个衣服有点贵，因为它的售价要在200块钱以上。后来就说能不能让我去打个版。那做的时候呢，我就在想，既然要做这铜版，那能不能比它做的更好一点？所以我们在面料上又花了一些功夫。去年野哥在 COS 买了一件这个白色的 T 恤，它这个料子摸着手感就非常好，是那种很软糯，有点轻度磨毛的。我就想着用这个面料，然后去做这件衣服的版型。但是后来做的时候发现 COS 的这个面料虽然说软，但是它有点薄了。就如果做成这种长袖款的话，它这个肩袖的地方就有点太软趴了，就肩支棱不起来。所以就选了一个比它稍微厚一点点的这种磨毛面料，它的料子也是摸起来手感非常非常的软糯。就那种糯糯的很细腻的那种感觉，贴着皮肤穿也很舒服。然后我们在做工方面也是很考究的，你看它这个圆布领的密度，再加上它走线的这个密度，我们也是做了这个防汗领的，跟这个200多的这个其实做工是几乎是一样的。看包括在袖口的这个位置用的螺纹口也都是一样的。这款 T 恤在 COS 要卖到200多，而且从来不打折。我们的这个料子比它那个要费的要更多一些，咱们这个给大家就直接上的开团价只有129，就可以这么说，市面上卖那些几十块钱100多的，不可能有我们这种亲肤柔软的面料，还有这样的版型和做工的，就性价比我们可以说是做的非常高了。然后这个衣服明天晚上7点钟就直接开团放假，我直播也不讲解了，你们直接闭眼入。但是没有抢到的朋友也没关系啊，因为这个版我肯定会一直出货的，因为这个舒适度真的太舒服了，我很有信心让大家会一直想去复购的，所以你们没抢到的就等第二批就行。第二条呢，就是这个瑜伽裤。这瑜伽裤其实日常也可以当做打底裤来穿。其实去年呢，我专门给大家有做过这个瑜伽裤的测评对比。这个瑜伽裤就是去年给大家推荐的那条瑜伽裤的工厂用的同款面料出来的新版。如果去年有买过瑜伽裤的朋友应该知道，就这个面料它是收腹力很强的，就能让你的腿是就是真的是能看起来就瘦，但是它穿着舒适度又很高，就不是说特别绷的那种，穿着很舒服。那相比经典款呢，这个款它就是在剪裁上做了一个分割，你看细看能看到这个线条啊，这个分割还是挺有用的，就是从侧面这个位置这样收上来，能显得这两边胯就是瘦一些，后面的这条线是斜下往下来的，就这样的话视觉上能让你的臀部看着提上来。这个版跟我在露露买的这一条就是新款的，其实前面的这种分割线是一样的，确实是这个版要比这个我们穿的那种经典款要显瘦一些。这条裤子跟露露不太一样的是，它在小腿的位置还做了一个更好的升级，就是它在小腿这块做了一个这样的分割设计，而且它在脚腕这个位置，你看它做成这种斜叉的，就斜叉的话它会显得这个小腿更细一些，其实它比这个露露的版型会更好看一点。细节做工上啊，像露露的这个走线呢都是这种三排的走线，就很结实，像它这个也是同样走的是三排线。面料对比呢，其实从视频上看可能你们看着都是一样的，都是这种柔柔软软的，
就差不多，但是实话讲，如果你要是手摸上去的话，还是露露的这个面料稍微偏软一点，不过相似程度已经可以达到80%-90%了，就这个面料它也是舒适度很高的，而且收服力一点不比这个差，就是价格上这俩就相差将近10倍了，就这样的面料对于它这个价格来讲，我觉得性价比已经算是非常高了。说真的，我要是知道今年工厂会出这个版的瑜伽裤，哇，露露的这条我可能就不会买了，因为相似度真的很高。一共有5个颜色，就如果做瑜伽裤的话，哪个颜色都挺好看，但如果做打底穿的话，这个灰黑这两个颜色是最百搭的，我自留的是灰黑粉这三个颜色。明天还给大家准备了两个秒杀款，这两个秒杀款就是货量不多，但是抢到就非常非常划算，价格不过百，给你们看一下质量。第一款呢是这个卫衣，这个是一个韩国的品牌，在官网上可以看到，这个官网上售价应该在230-300之间吧，因为这一批货就是这个品牌留在国内就直接工厂给转成内销了，所以明天就给大家秒杀，直接99块钱，性价比超高，是那种比较偏薄一点的，含棉量能达到80%以上，就里边做工什么的还是可以的，就穿着不热，而且就有这种 oversize 的感觉。然后下面它是做了这种抽绳，这个抽绳其实比那种缩口的更随性一点，如果胖的朋友可以把这个抽绳打开。一共有3个颜色，这个是花灰色的，然后这个是比较欧美风一点那种卡其，还有一个深蓝色的。明天直播间也会给大家秒杀这条裤子，这个裤子你看它的垂感啊，就是属于走路带风的那种，垂感超级棒，就穿着很轻薄透气的那种，贴着皮肤穿，它是那种柔柔软软，而且它穿着有一点点凉感在，就很适合春夏。如果要是腿胖一点的朋友，可以选这个深灰色的，这个灰色它是有一点点偏这种暖灰调的，看起来颜色还挺高级的，我觉得要比黑色的要看着更好看一些。这也是只有99块钱，性价比也是极其高，你看这个垂度，很少能有这么薄的料子能达到这样的一个垂感啊，做工走线什么的都还是挺整齐的，这个扣头上面都是包了金属的，而且里面做工都是做了包边的，看走线都非常整齐，穿起来的舒适感绝对是没得说的。这两个秒杀款呢会在明天晚上7点开播之后，在直播的时候给大家开团，然后如果说实在是没有时间看直播的啊，你们也可以等，就是到了直播过后，如果这些衣服还是有库存的，我们日常店铺里面也是正常可以买的，或者是在我们群里边，你盯着群消息，我播到哪个的时候，到时候小助理也会把这个链接直接上到群里面，不过最好还是来直播间看一下，因为到时候我会详细讲解到每个款式它的码数啊，还有颜色的选择，而且我专门请了一个比我个子矮一点的模特，到时候会给你们穿小个子穿起来的这个版型的效果，到时候你们选的时候可能会更准确一些。那我们明天见啊。